字。这只先干掉好了，这太危险了。这个伤害有点太强。好，回满血之后，我们进入第二关。这版面还蛮好转的。然后这边也很好转，两组心。啊，一不小心就把他打死。没技能干。然后又会那个。看得懂吗？靠，没死。这张是干嘛的啊？啊，管他的！我开！真的很难控，你们知道吗？真的很难控。因为他伤害有点太高了，很难控制。我们把杂猪滤掉齁，杂猪滤掉。好，平砍就过了，平砍就过了。看得懂吗？哎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啊，我的助燃针没开过啊，操！打多少？要开吗？啊，开一开好了啦。没开到。等一下。然后这边会被锁技能，不是锁技能，锁攻击哈。我们这边就随便转。然后这边两张被锁哈。王一可以开这个战场，因为第二关无视控制，所以这边直接开一开。然后应该是直接手转三张卡追打就打过去了哈。这个应该是不是什么问题。看一下。
感谢无敌侦探的赞助，不要高潮啦，刚好被炸一万五，好。我的强化珠是不是？我的强化珠是不是被转成原本的珠子了？干，水狂魔在阴我啊！水狂在阴我。你们刚才一定在想说，为什么我不把它转干净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手滑了。啊，满分，满不了了。好了，没关系啊，应该也是轻松过啦。伤害那个伤害非常夸张哦，素还真的伤害。那我带水狂干嘛？反正齁任意三张模组都可以啦。